在一处宛如仙境的地方，只见一只通体雪白的神鹿正来到池边饮水，而大当家的此时正为这头神鹿而来，因为戚继光此刻正在被三司会审，这时刻都会要了他的性命。而找这头神鹿是大才子徐渭的主意，他认为嘉靖修道定会信奉道法天意，这如祥云一般的白鹿，嘉靖一定会视为祥瑞。然而大当家在来到神鹿前，他虔诚地对着神鹿行跪拜之礼，希望神鹿能跟他去解救戚继光。而神鹿就像能明白大当家的心意一般，居然原地站着不跑，还让大当家的伸手抚摸。就这样，神鹿很快就被胡宗宪送往了京城，嘉靖果然十分喜欢，见老胡敬献神鹿有功，于是赏了几盒养生之物给老胡补身体。而戚继光这边正挨着一顿毒打，此时已经挨了60来棍，就连棍子都被衙役给打折了，依旧没让戚继光承认自己有通倭寇的罪名。就在衙役换新棍之时，冯宝带着嘉靖的口谕来到此处，这才救下戚继光一命。在经过数日的调养之后，戚继光被嘉靖叫到了跟前。依你之见，我大明卫所军能做到闻鼓而进，鸣金收兵吗？恕臣直言，不能。不管是用什么方式，卫所兵都不能做到如嘉靖所说的要求。嘉靖这才松了金口，他答应戚继光可以去招募一支新军，原本给他4个月的时间，而戚继光只需要3个月。这条站在群臣对立的孤臣之路，戚继光反而是如获至宝一般。